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打铃的达达。哇，最近的是北达喊了被冷凝 prank 那很够力，也相信你们看前几个 video 都是他在 prank 我，我根本都是傻傻在那边虫啊，绑我在椅子啊，弄我车啊。OK， 这些都是各种不同的辣椒，都是很辣很辣的辣椒。然后这个是瓦萨比，这是超辣酱。首先我会把这些不同的辣椒，然后把它搅碎，放在鸡扒的上面，然后炸给它吃。它已经很够力了。OK， 好，我们现在就要去做我们要做的东西。Let's go。它里面有 wasabi 那些酱， wasabi 的酱是最辣的。Oh no！OK， 我们做好了。玲玲还不知道我已经回来了，我现在要去叫她，她讲我已经准备好早餐要给她吃了。A few inches later。鸡扒啦！鸡扒？你吃鸡扒啦？这个烤，哇，很香哎！但是只有一个鸡扒，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吗？很香哎！让我去倒水那些。今天找回来吗？然后那边还有一片鸡嘛，炸哦。香啊！香哎！那就我来吃。你自己蘸嘞，我吃。鸡肉粉啊，有点辣。有哎，都没有放辣椒。哎呀呀，辣！你是放什么蒜？我辣整个头麻哎！你被骗了！我放很多辣椒在下面，你看。可是好吃吗？还蛮好吃啊，但是辣。鸡扒是好吃的，可是太辣了。哇，辣！但是好吃哎，好快。就只要做那种恶心的东西。对啊，你的相机藏在哪里？啊，要不然。我跟你们讲，这个鸡排是，虽然还是很辣，但是还是好吃的。哇，还蛮好吃的。
这只是 play 失败了啊。你反而觉得我喜欢吃的东西。第一次 play 失败。耶，耶，耶，太好吃啊！我们这个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们按赞与分享啊，还有订阅，还记得打开小铃铛哦。这样先了，影片上的话呢，就说要控制啦。看来我以后要做恶心啊，我不要再做这种很辣的。嗯，好吃。OK， 拜拜啦。